财经世界连接你我，欢迎回来。最近啊，大家都在讨论监管的事情。近期呢，新金融领域的监管政策频出，也获得了是广泛的曝光与关注。不可避免的，为了凸显故事性啊，也会出现很多过度的解读。但是呢，热闹归热闹，真相归真相，探寻真相才能理性的看待未来，在不确定性中发现确定性。我们其实发现啊，这个2016年之后，金融监管开始全面趋严，无论是传统金融领域的大资管，还是新金融领域的支付理财、消费贷款，其实都相继迎来了强而有力的监管约束。但是我们从这个实际的实施效果来看，一个是一步到位，开始的时候就出台了非常严厉的资管新规，那么之后呢，再基于实际情况逐步放宽达标的年限。一个啊，就是边走边看，在整个的治理过程当中是逐步趋严且分领域，在 P2P、第三方支付、高息现金贷、网络小贷等各个击破。在传统金融领域的一步到位，更多的因为熟悉，知道问题所在，一击命中；而在新金融领域就得边走边看了，更多呢是因为需要一个深入了解的过程。那越了解，发现问题越多，监管政策也就越来越严格。本来是合乎逻辑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一个先紧后松，战线很短，一个是逐步的收紧，对市场反复刺激，就会产生不同的一种心理效果。其实啊，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做风中定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在评价一个事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通常是仅以这个体验的峰值和结尾部分的体验作为判断的依据。就比如说啊，有两组的受试者，把第一组的人的手指你先放入到一个10度的冷水当中啊，10秒钟。那么第二组是怎么样呢？他们先把这个手指先放在这个10度的冷水当中10秒钟，然后再放到一个15度的冷水当中5秒钟。其实啊，再问一下这两组人的一个体验结果，其实第二组的这个人员啊，他们的一个受到这个水的这个触碰时间是更长的，对。但是在询问下来以后，发现第二组的反馈体验感是更好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相对美好的结尾。你看，就完美呼应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一个是先紧后松，一个是先松后紧的问题。没错。所以说它其实取决于你的心理感受。风中定律是一个很典型的心理偏差。那我们回顾过去的几年啊，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过程中逐步收紧，结尾部分是达到了一个强度峰值，所以它就会过度强化市场对于强监管的心理预期，为监管本身带上了一种滤镜效果。一旦你产生这种心理偏差呀，市场对于各类的监管政策的解读就不会再客观了，既误判了政策，也更很可能是误判一个行业前景的。那么以近期的这个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为例啊，本来是强化属地经营合理限制、杠杆等监管精神的一贯体现，一旦要是带上了这个滤镜，就会产生了种种过度悲观的解读。那么对于网络小贷新规的最普遍的一个解读，就是行业巨头遭遇重大冲击，这个行业就没了明天了。没错，其实无论是跨省经营的高门槛，还是联合贷款的出资比例要求，对于巨头而言只是补充资本金的压力，并没有生存之忧啊。相反，是大量的中小型网络小贷机构失去跨省经营的优势，没了规模效应，就不得不退出行业。最终的结果就是网络小贷行业将迎来一次供给侧改革，中小机构示威，头部机构胜者为王。至于市场普遍担忧的什么规模大缩水啊，也只是联合贷款的缩水，并非是网络小贷整个盘子的缩水。没错。那么还有的就是这个网络小贷牌照的吸引力的问题。其实有很多人在担心啊，这个网络小贷牌照会否成为鸡肋。那么从这个牌照的稀缺性来看，全国性小贷牌照准入门槛大幅提高，只会提高牌照的含金量和相对价值。当然啊，这个前提就是能拿到。那么此外呢，对于这个小贷牌照与消费金融牌照一个此消彼长的问题，其实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不必去过度解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强调的是个整体放贷金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它离不开各类放贷机构的优势互补。相比金融消费金融公司，小贷牌照的业务范围更广，可发力 B 端金融，
相比银行作为非存款放贷组织啊，小贷公司的风险承受力就更高，更适合做这种普惠金融还有小微金融方面的业务。哎，所以啊，这个网络小贷行业它其实一个发展空间还是存在的，牌照吸引力也在。那么现在阶段来看，只是在消费贷款领域的业务空间暂时受到了压制，但是啊，在这个普惠金融小微金融生态当中的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损伤。那么站在零和博弈的视角啊，一方利益受损，另一方必然受益。那么再从这个资金方和场景方的二元对立视角来看，场景方受到限制之后，作为资金方的银行似乎就会成为大赢家。但如果从生态发展的视角来看啊，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谈不上你受损我受益的。所以短期内来看，整个产业链都需要面对政策调整带来的压力，场景方的资金撬动能力受到限制，银行的零和贷款余额萎缩，作为一种反馈源压力还会引发产业链各方做出调整和应对，在中长期内重塑各方话语权的格局。那么具体来看啊，新规在落地之后，大的流量方是很难再以联合贷款的名义独占产品的冠名权，那么出资银行也不再仅仅是隐藏在产品背后的资金方了，是有望来更高效地实现用户转化，这也就决定了大流量方的一个话语权在不断的下降。大中型银行仍将是消费金融的主角，但对于大量的中小银行来讲，在消费金融市场中可能会更加的边缘化。联合贷款萎缩以后啊，借款要么就是回到一个银行自有场景，要么你就回归这个助贷渠道。无论哪一个借款人看中的都是银行产品的市场影响力、用户口碑和贷款利率，而中小银行的贷款产品啊，恰恰缺乏市场影响力，谈不上用户口碑，利率也不占优势。那么在之前的一个市场格局之下，大量的小银行可以躲在场景方的背后，依靠这个联合贷款快速崛起，消费金融营收占比快速提升。那么一旦呢失去了场景方这个屏障之后，真刀真枪的在全国范围内拼产品力的时候，小银行就并不是大银行的对手了。那么最终的结果啊，必然是大中型银行截获了流量，而小银行就失去了在全国市场博弈的机会。所以啊，这个银行业内部首先会迎来更大的洗牌。当然了，小银行的定位，但要看它定位，它本身也就是区域市场。如果说你能够回归初心啊，就是现在老说什么不忘初心，哎，你本身就是定位区域市场的嘛，那你就要立足区域，聚焦特色，然后做出特色，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在滤镜效应的加持之下呢，市场普遍期待谁是下一个被强监管的对象，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误解，因为当前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已经接近于比较尾声的阶段了，强监管并非是刚刚开始，而是它处在了这个峰值，即将结束。也就是说，咱过去这几年啊，这种密集出台的政策监管政策的阶段啊，已经是可以说过去了大半了。嗯，那么再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其实也不难发现，是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个人征信、高息现金贷是先后都被纳入到了监管当中，持牌机构的消费贷款只是最后一环。那么随着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管架构的形成，内地这一轮针对新金融的监管体系初步成型，那么就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当中啊，这个监管的重心将要回归到政策落地与执行上来，也不会再密集的出台新规了。实际上，如果说咱们把眼光呢从金融领域抽离出去，我们就不难发现整个宏观层面的大方向啊，仍然是开放和创新，因为这些都离不开金融科技巨头的深度参与。监管跟创新从来都是一个你追我赶，一个动态平衡，并且不断的要在这个动态平衡中取得一个最有利的这种点的方式。所以说它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止在某一个点上再也不往前走了。随着当前啊，对于新金融监管达到初步平衡，新一轮的新驱动的不平衡就已经开始了。嗯，这么说吧，就说只要不挑战风险底线，对创新依旧是鼓励的。对金融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而言，仍然可以也应该着眼于创新发展，把握有想象力的未来，而不必纠结已逝去的美好。毕竟啊，这个未来的机会还是层出不穷的。嗯，好，确实滤镜效应下啊，市场尤其是担心这个金融科技巨头的发展空间，哎呦，是不是我们没有空间了？其实呢，你不要把这个巨头想象得特别的脆弱，巨头能成为巨头它就不是脆弱的。所以在政策重在是拉平不同牌照之间的一个监管套利的问题，核心是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各类主体，面对更强的监管约束，无论如何啊，巨头对应起来其实也都是非常从容的。
那么这两年啊，集中整治以提高准入门槛为核心特征，很多的中小机构因为无法达到准入要求被迫退出了，而失去了一个持续经营的能力，这才是最大的风险。那么相比之下呢，巨头所遭受到的也只是业务波动，没有也不会是伤筋动骨的。金融发展啊，它是呈周期波动的，撑过波谷就能够受益下一个波峰。所以只要能够你经营持续的经营，优化经营，业务根基还在，就要相信未来的机会啊是属于踏实勤奋的努力的人的。好，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